第一条啊，愿亲颠倒啊，看看这个，让我们很有警觉之心了。舍卫国有一个婆罗门，他很富有，但是却是吝啬，悭贪吝啬。每到家里吃饭的时候，他都要把门关上，生怕这些乞丐呀或者沙门来偷钵，把他好的饮食给他逃走。他不愿意布施嘛，就把门关起来，自己一家在那里吃好东西，有一天就杀了一只鸡在那里这个就来吃了。夫妇就共同来吃，中间坐着他一个小儿子，这一对夫妇呢，就不断地夹着鸡肉放在他的小儿子口里面，呈现这么一个小家庭吃鸡肉的场景。那佛是无眼圆明，佛二六世中都在观察一切众生，所以佛的天眼看到这幅情形，也用宿命通知道这个婆罗门去世的福德善根今世已成熟，应当去度化他。那佛就用神通变化成一个沙门，变完沙门，你看，本身他的家门都是关上的，关上的，忽然这个沙门就出现在他的餐桌旁边。这婆罗门一见，他有吃惊了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进而就很愤怒，说你这个修道人哪这么无耻啊！我又没有请你过来，你为什么到我家里来？我正在吃饭的餐桌面前，他说他无耻，就骂这个沙门无耻。这个沙门就说，你自己愚痴，杀你的父亲，娶你的母亲，供养你的冤家仇人，你为什么还说我无耻，道人无耻啊？他说这个话，说他是杀父娶母，供养冤家。婆罗门听到就很奇怪，你怎么说这个话呀？这有根据吗？这个沙门就说，你这个桌上的那个鸡，就是你前世的父亲，你父亲也由于小气贪染故，就是堕到了鸡类当中，投身为鸡。这个你的小儿子前世是捉罗刹鬼、捉罗刹的，这个生生世世这个被你所害，是由于你的宿业还没有尽，所以这是来准备要害你的，那你这个你的妻子就是你前世的母亲，你的母亲由于对你的恩爱很深，又转过来投身到邻居到旁边的村庄上，然后来跟你做妻子，这样的轮转，你这个愚痴的人不知道，唯有修道的人这个了了皆见。但是婆罗门听的还是有点不相信，不相信佛就现出威神加持他，令他得宿命通。那宿命通，他用宿命通一看，果然，那个鸡就是前世的父亲，那个妻子就是前世的母亲，那个自己爱得不得了的那个小儿子就是他的冤家对头。你看，这时候他就赶紧忏悔，哎呀，觉得这个事件太不好玩了，太害怕了，
也就受戒佛就为他说法，他就得到须陀洹国，这个婆罗门也就出家了。所以我们还幸亏没有宿命通啊，都有宿命通，你还敢吃肉吗？说不定就是你前世的父亲，你还敢娶妻子吗？说不定你前世的母亲，这些都是我们就非常非常颠倒啊。无量劫以来就在这个深重的颠倒当中过日子。